这也太夸张了吧。你还没见过更夸张的呢，人兽世界开服的那天凌晨三四点还人满为患，还有围观的，网络卡掉线了五六次。周围的几个网吧都是这个情况，有的网吧夸张到每个电脑后面都站着两三个等着的人。当时真的把我忙得够呛，三天啊就断断续续只睡了不到十个小时。啊，鳄鱼，我操，忘记写作业了。原来公会里很交作业的就是你们班的呀。老三，你作业写了没？我写了，厉害吧？要抄吗？抄抄抄，明儿早回去拿给我，请你喝可乐。你这泡网吧都好几个月了吧？那是，我是 MT 嘛， DKP 都两个月全勤了。那个是真牛逼，上课点到也没见你全勤啊。怎么没有？我现在白天上课，晚上七点到两点工会活动，都没耽误。你是白天学校里上课睡觉，晚上网吧里上班打卡吧？这游戏简直超出了认知，玩起来还有工会，还有积分，还有考勤，比去工厂上班都累。而且就我们这个片区，因为这游戏新开了好几家网吧，也是每天爆满，太厉害了。要说厉害还是霸你哥厉害，对吧？每次都能抓准时机，最初的小电脑室都扩大成了大网吧。哎呦，你小子竟然还能夸我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不会又是没有生活费了吧？峰哥，我说我爸厉害吧，你猜一个准儿。去去去，帮小李把这几张海报贴了，别在我面前碍眼少东家，那边厕所的气味很难闻，经常有人不冲水，屎叠了好几层，而且每层颜色还不一样，顾客意见很大。峰哥，峰哥，你别说那么详细，太恶心了。你要干什么？铲屎吗？那倒不用，我上次给老板说过了，他说装几面隔墙，隔绝气味。要不你张罗一下？好嘞，没问题。墙底转角和接头地方用柱子，还有记得装门啊。知道，我又不是傻子。
我看很多顾客都对我们家的显示器不太满意，太落后了，都什么哦，以前是没有对比，现在周边的网吧都用液晶显示器了，我觉得我们不用换最新的，换次一级。行吧，那我把钱打你账上，你张罗着换一下，但是你要注意点，配置高了维护费用。好嘞，我看其他的配置都挺高的，就显示器拖了后腿，放心。请网管做好电脑维护。
以续费。由顾客已续费。喂，儿子，昨天一天感觉怎么样？还行吧，显示器基本上都换新的了，顾客都挺满意的。那我怎么听说咱们店顾客满意度不高呀？哎，就有些顾客玩个游戏大喊大叫，欧提拉赢怪了，还砸桌子影响周围的人。我上去提醒，周围的人虽然满意了，他不高兴了。提醒这种事情也讲究沟通技巧，你什么情商我还不知道吗？跟你妈一个样，伤口不得罪人就不错了。哎，我已经很克制了。得了吧，有人啊给我推荐了一个姑娘。不是吧，你要给我换一个号码呀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，姑娘是你大舅邻居二姨家的外甥女，刚好也在找工作。爸，这么复杂的关系网络你都倒背如流，厉害呀。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这姑娘我见过，挺机灵的，比你强。我把联系方式给你。哎，好看吗？你一天天的想什么呢？人家小姑娘家里不容易，学历也不高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联系。好，另外提醒你一下，别让他去维护电脑什么的，据说他以前把他二舅家里的电脑弄爆炸过。这么牛，人才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由顾客已续费。
没什么，我怕你着凉了，跟你。我不冷，谢谢。我没事。因不满而离开。
费。由顾客已续费。
不刻意续费。翔哥，我这是多少年没来网吧了，上次还是咱们宿舍一起。哎，不过现在天南海北的，一年到头也聚不了几次。话说就五天，这不是事情忙得差不多了吗？不然哪有时间找你去。老板，开两台机包夜，要配置高的。别包夜了吧，年纪大了熬不住了。那不行，咱们现在两年没见了，走走走。哎，家房家房，磨叽啥呢？哎，等等，我电话响了。这都三更半夜了，你老板找你干啥？肯定没好事。挂。来了来了。哥哥哥哥哥，救我救我！哎，哎我去，你干啥呢？嘘，我接个电话。哎哎喂，张总，在在在。啊，方案要改啊？没问题没问题，明天上午行，肯定。哎，好，那您先休息。伟哥，你这可不厚道啊！你不让我接老板电话，你搁着点头哈腰的装啥孙子呢？得了吧，我可不是孙子，我这是儿子，这可是我的甲方爸爸。哎，还好我的方案在 U 盘里有备份。别介啊，马上就刷新 boss 了，改方案也不差这点时间了。行，这把打完。